世尊，这世间法是要如何分辨出世间法，又是要如何的判断呢？这世间法，世间世人就世人观，这出世间观啊，尊师开示，想当年将地主推荐阿兰作为世尊的使者，世尊虽然默许，但是阿兰伊并无答应啊。阿兰有阿兰的机缘啊，世尊。后来是舍利弗前往劝解，才有转机呀。这因缘故合，但太人依赖，爱时间，依空间到的时阵，因缘助力，就会成熟。回想在，你在。一年前啊，阿兰，众比丘拢推荐你为世尊的使者，这是殊胜的任务，为何你不答应呢？下里火尊者，阿兰念经无声细数，世尊是天人的经书。别非阿兰不愿意答应，实在是阿兰担不起如此的重任啊。地主所分，阿兰最高难以下注。阿兰，你可知你的法相啊？你相貌庄严妙龄娇，情思甜蜜无尽出头。你若是遇到困境，是呀，共享道人笑，你两面起度最该笑。舍利弗，阿兰确实是难以服众，也是请注意另找适当的人选。阿兰，世尊为救拔众生，无论如何付出拢不以为苦，你怎忍心给世尊心力尽瘁？哇，舍利弗，阿兰，世尊的法体已不如性，若是此时无一位贴身的使者，
岁数在身，咱将地主也不能安心吗？下离婚，阿兰不可意外论理背婚呐、啊！阿兰，这不是意外论理背婚，这是为天下众生相求于你。我，而且世尊对你作为使者一事，也是心欢乐喜。什么？世尊也同意？是啊。也不过我阿兰，咱拢是修行人，本来就爱依师化啦。好，既然世尊乐喜，那阿兰就依师化。好，太好了，阿兰，你真有心哦。但是在答应之前，阿兰有事相求，请随下里火准驾。将此事转达予世尊知晓，多谢舍利弗尊者。所以阿兰这要求，该是有德之求啊！又何里，你可明辨吗？我素又抱你当年命病，一不修福衣，尊素凡所为，条条皆是正道之求啊！是啊，世尊，阿兰这二十几年了，所落实的是真如妙法，就是如此因缘之下，世尊就会下命。敬行敬意敬意，心心修福。
之言，英雄的法中绝无虚假。真如妙法，叶修林脑海，一时之法胜万世如来，这确实是有魄力，不如阿难之处啊。哎呀，经传经书拢有你，拜拜拜呀！人国有所着，有破例，誓言如戒。你小弟的魂迹，应保好汉。有魄力，你的佛门有多久时日啦？30年了。那母亲呢？母亲已经往生了。佛心本来就是大好之心，普天下众生拢赞经何为佛妙啊！世尊本着大好之心，不畏辛苦，来回人间教化众生啊！孝道是人的根本，六礼根本，以家以物献化可修啊！大孝之心，也就是大爱之心嘛。世尊，当年有破离了无母亲的故里，就无善言与世尊亲近。我记得你当初啊。母亲，你是安怎啦？母亲，我奉命要为佛陀世尊剃发，我真紧张啊！乖囝呀，伫咱徛壁路为啥？你剃头功夫上好呢？你是毋是惊讲咱是修道路身份是贱民，会去污染着佛陀世尊，对无？母亲，我在想啥，你拢知影？放天山，我这个好母亲，我真感恩呐、啊。母亲，贫苦是无比的殊胜，求提。听讲佛陀世尊非常非常慈悲哦，虽然难是贱民之用心，阮爱到一切众生。好，准备出来。现在
现在。哈、啊，囝呀、啊欸，你看，佛陀世尊来呀，佛陀世尊来呀啦，来呀、啊，母亲啊，啊我是足紧张的啊。世尊啊，世尊啊，大爹，请起。就麻烦有何你为我替化哦，是，世尊，请。不少，请放轻松。哦，哎呦，有道理呀！世尊有讲，爱放轻松啦，那么佛陀世尊会不安。哦，母亲，嗯，好，放轻松哦，放轻松哦。即马感觉观音菩萨的手艺如何啊？拢真好，就是心有一挂无自在啊。心无自在。有菩萨啊，你赶紧调整一下。佛陀世尊讲你的心无自在，就放较自然一点啊啦。轻松，对，自在，对。好，来，我在。请问世尊，观音菩萨安尼可以吗？可以，就是呼吸入息太大了。世尊在讲，你有听到无？啊，你着正常喘气就好啊嘛。万不会你甲世尊剃头剃到一半时，甲我断气，啊好。母亲，我会慢慢啊剃，吼、哦、对，慢慢啊来。对。好。嗯。是可以，可惜这错笑，错笑。哈，有狐狸，你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有狐狸，你的剃度有在吗？度已经不在身，但是剃发犹原在身。当年七位王子以我当年发问啊，这全是世尊慈悲啊，这两地身为下众生修道路的幼婆哩，这两地破哩入净团中，幼婆哩。
是母美的旨意，我对幼婆你也有母相的家吧。